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爸。我今天啊来到健谈股市这边，那就是为了要测试这个 Garmin 的这个 Fenix 6 Pro 的 Solar 这是版本。那今天要来测试就是越野跑。那待会我会从这个健谈股市这个地方，然后出发，然后一路跑。我是第一次跑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我可以跑多久。那主要是要测试这个里面它侦测越野跑的一些数据，那待会我就会进行这个越野跑的测试，那跑完结果我再分享给大家看。好，那待会我们就要从剑南谷这边往上跑，那我跟同行的朋友都分别带 Garmin， 那我在这是 Fenix 6 Pro， 然后 Solar 版。那今天的太阳并不会很大，那待会我按一下这个越野跑，好，然后就会开始。那同行的朋友他今天带的是945，对 ，GoPro Runner 945。然后我们跑的路线大概是什么？我们跑的路线其实就是往中车路上切，然后会经过土路之后就是进去这样子，然后绕一圈，我们会走到像老地方那些登山步道，传统登山步道。然后全长大概？全长短的话大概6K， 长的话可以大概到9K 左右。对，等下就看状况。希望我登得下去。好，第一次 ，OK， 那我们开始吧。这样就开始了。你要等到抓定位。那这样应该有抓定位吧？那会有一圈那个 GP 叉。有了，出来。OK。这里是老地方，这里就是我们的中继站，那我们会在这边稍作停留。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Fenix 6 Pro Solar， 它记录到些什么。那这是心跳、距离，那配速现在停了没有记到，然后再是计时时间，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总共爬坡了多少。好，我们现在跑完这个剑南谷市，然后山上这样整个流程大概 6.5K。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结果，好，现在我的心率是162，距离5.28，因为我到中间才发现我没有按开始，所以就不太准。那再来看一下下面，然后总落差，这是爬坡大概186公尺，对不对？然后垂直速度，计时器，然后单圈距离，然后单圈配速，时间，地图。地图这个不知道有没有显示。好，先结束。那再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另外的朋友，然后他带的是个945，然后他的数据。我还没按停止，我先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这是总落差，对，大概快300，然后一样会有单圈距离跟时间，还有配速。然后那个心率的部分，对，我的好像有出来，对，那稍微放一下，对，好，OK，再录一下这个。好，以上就是我刚刚去为大家执行这个越野跑的这个测试，那我用的是Solar， 那就是 Fenix 6 Pro 的 Solar 版本，那太阳能充电。那也顺便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，好，等一下，回到电力的部分。对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电量是84，然后现在的太阳啊蛮大的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测到的太阳能。刚刚在跑的时候，全程都有被太阳照到，那照度不同，它就会补充不一样的电力。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不过它回充了多少，在手表上看不出来。好，那以上这个就是给大家做参考。好，我是云爸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Thank you.
吧。对啊，